结婚才可以，结婚才可以，套住你了，马老师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 林雪农，见到我就跑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您的快递需要签收。 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周总，那晚上没发生什么，也不该发生什么。那你为什么吻我？我是臭流氓，行了吧？我想占你便宜。想占我便宜的人有很多，但我知道你不是他们。你就把我当成他们吧，是我错了。你就尽管讨厌我吧。 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说结婚才可以的意思吗？你什么都别想，我说真的，你肯定会后悔。林雪农，我是周恒，不是任你拜读的小丑。 这么大的事儿，居然不跟我们家长说，私自就办了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。妈，闭嘴。阿姨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会幸福的。你不就是想把你家的烂摊子甩给我？做梦！儿子，干嘛走？走吧。 告诉他，别灰心，干得好。爸，你又给谁胡乱指导生活呢？走走走，看看。你的妹妹小小草儿，听孟娘说，你动凡心了，进展的怎么样？ 是不害怕？快去道歉！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他脸好臭啊！你们俩怎么了？我们爱此第一次推荐酒品，折扣力度呢，一定要给足。还有啊。
你们酒类的赠品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啊？酒杯、酒壶。美女，吃饭啦。怎么啦？你来干嘛呀？姑姑，我听说你们公司的新品搭上了 ICE， 这么好的资源，看在咱俩感情的份上，你帮我推荐推荐。可以啊， ICE 跟他的经纪人现在就在公司会议室，不过这个资源是这位女性汉的人拿到的，您这么高傲，想必不屑于求他吧。走啊。那会儿第二村那儿好吗？哎，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跟失了恋似的？啊？你可别胡说，我才没有喜欢任何人。没有？没有？没有？好吧。哎，那边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吵？我的番茄炒蛋，你让我等你，我乖乖等你，结果你去跟他逛街。哎，你男朋友在催我，你不去管管？别笑话我，我自己都过得一团乱，谁有心思管他？那个，您手机。你带纸了吗？我是不够帅，还是我身材不好，还是不够有钱？店员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凭什么他瞧不起我？大哥，你差不多得了吧啊！他给我发消息了，不是你干嘛？他我一分钟不回他，他会跟我生气的。你快给我！我跟你保证啊，晾他五分钟，他肯定不生气。不行！哎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生你气？该说什么呢？也不能撒谎，说我不在乎结婚吧。喂，那个项目谈的怎么样？林雪浓在哪？假扮我女朋友的事情该兑现了吧？这三天陪我去拍素材，疯狂的撒狗粮，越甜越好。你们没意见吧？这要看林雪浓的个人意愿，我作为老板，自然不会逼员工谈恋爱。你说对吧，阿追？对。是为了我们代言，我要履行我的承诺呀，你说对吧，马主任？对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这么看我们还是挺有夫妻相的，就是再改造改造就更完美了。带你实现吧，宝宝。
好棒啊，宝宝。哦，是最爱吃冰糖葫芦的吗？那我们叫草莓的吧。好。草莓的喜不喜欢吃？嗯。